你都快生出来了，忍着点啊！多少人呀？早知道这么疼，我才不生呢！我也再不生了。哦，咱们就这一胎啊，咱不要二胎了啊！这么折腾啊，我也受不了啊！哎，护士，您刚才说护士站叫我签字是吧？ 你忍住啊！ 什么啥意思呀？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怎么办啊？你这会儿知道问我怎么办了啊？早干什么去了你？是，招惹这种女人，我跟你说清楚啊，要大梅跟孩子有点什么事儿，不跟你们。您打我干什么呀？现在是咱娘俩起内讧的时候吗？李桃，你快点儿！行了，赶快进去吧啊！真的有事。 我给你顶着，去呀！上班时间不准闲聊啊！不像话！早，大家早。哎，大伟来了。 都快点儿！郑秘书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第一天上任，司机怎么没到我家楼下接我呀？失职！太不像话了！你告诉司机，啊，从今以后每天提前半个小时在楼下等我。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，就让他滚蛋！快去呀！ 大伟，董事长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怎么不说一下？哦，我来了一会儿了，昨天晚上太激动了，我一宿没睡，我就怕迟到啊。你想，我身为总经理，啊，得以身作则呀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就辜负了董事长对我的信任了，对吧？ 我什么时候任命你总经理的？昨天。
董事会上啊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任命，说你出任董事长的位置，请我替你出任总经理的位置吗？啊，董事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公司的业务一手抓起来的。哦，行行行，你忙，你忙，好好。大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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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妈，人呢？爸，怎么了？妈。你看见大伟了吗？我跟你妈上街的时候，大伟的房门是关着的呀。他又不见了。啊？啊？什么时候不见的？留条子了没有啊？我没看见呀。不是，他是不是又出去了呀？别急，先打他电话，我马上到小区院里去找找去啊。哎呦，你说这孩子，他又有什么想不开的了？哎呀，这他要真走了，我可真的又活不下去了。哎呦，妈妈妈妈，您别急，您别急，咱们还没找呢嘛，他也许就在小区溜达呢啊！我打电话，我这就打电话啊。喂，小琴，怎么了？啊，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你。怎么了？大伟去公司了。你们人事部的人一定要注意啊，对员工不能太和气，该说说，该骂骂，不要怕影响婆媳关系，造成家庭不和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太不像话了。大伟，哎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上班时间不要到公司来找我，啊，影响不好。看什么呢？上班去。这一个个干嘛呢？这是。大伟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老婆，你看你这话问的，这是我的办公室，我在这儿当然是办公了。来来来来。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这办公室的视野怎么样？气不气派？你看，大伟，要不咱们回家吧？啊，别捣乱，回家干嘛呀？我还等着跟他们开会呢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上任第一天。啊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你知道吧？我得好好给他们烧烧这把火，啊，太不像话了！见着我连段总都不叫。大伟，今天下班了，咱回家吧，啊，乖。下班了。啊，那个。都六点了，客户还等着咱吃饭呢。咱回家吧，乖。啊，时间过得太快了，今天真是把我累坏了，领导不好当啊。哎呀，把我累坏了。不像话！行行行，大伟，不像话啊！怎么回事？大伟，你说你上公司干什么去？你不是在休假吗？休什么假？休什么假？公司都成什么样子了？无组织、无纪律，一盘散沙，还想着休假？不是，行行行，你消消气。你怎么跟爸爸？人家不都忙吗？啊！借口，我跟你说，全都是借口。谁不忙啊？啊？
我开完会还要跟客户谈判呢，我恨不得一天25个小时才够用。他们呢，一天工作8个小时，还消极怠工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都是被惯出来的，得下猛药，狠治。你看他们那个态度啊！我堂堂一个总经理，见着我连断层都不叫。我告诉你啊，明天早上你上班，把他们全都给我开了。气得我脑袋疼。行行，打到头了是吧？再回去睡觉行吗？您看您都忙了一天了啊。嗯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工作不是请客吃饭，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。走吧。哎，这一天把我累的，当领导太不容易了。妮妮，怎么样？我给他吃了2片安定，总算睡了。怎么连安眠药都使上了？大伟他到底怎么了？断总断总的，我都搞糊涂了。他现在比您还糊涂呢。妮妮啊，你看大伟他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怀疑他可能得了妄想症了。怎么是妄想症啊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就是觉得他从回来那天起状态就不对，他亢奋的奇怪呀。大卫，他该不是，该不是真疯了吧？有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嗯。你怎么来上班了？大卫怎么样呀？别提了，越来越脏，我都快疯了。怎么会啊？我以为他回来了就好了呢。我也以为他好了呢，可是他面上看起来挺清醒的，他也觉得他没事了，可是他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犯糊涂，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。亲爱的，我跟你说这事儿啊，你还得给他治啊。我怎么给他治啊？他现在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，我怕我要是强迫他去看病反而会刺激他。还好他现在只是有的时候脑子会犯糊涂，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。我就想说不定他在家养养那就好了。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呀？好好工作，好好照顾孩子，好给大伟看病呗，日子总得往下过呀。可是你这样太辛苦了。哎，要不要跟你爸妈说说，让他们帮帮忙啊？哎呦喂，你别提他们了，他们就想让我干脆跟大伟离了算了。再说你看他都那么大岁数了，又不想再连累他们了。真够辛苦你的。哎呀，我现在最佩服你了，有头发谁想当赖子？再说大伟现在变成这样，我也要负很大的责任。我公公婆婆岁数也大了，我要是真走了，那他们以后怎么过呀？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来一口。不是，先生，你喝了酒，你不能开车。你喝了酒，你不能开车。刚才在里面没看见你，忘给小贝了是吧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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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钱的事，要不我给你找个代驾，是不是？很快就能过来，这也是为你安全考虑，是不是？这不是钱的事。撒手。撒手。
上。唐然出车祸了。我要是听你的就好了，都去看看他，他也不至于在这躺着。这跟你没关系，你哥应该能挺过来。医生，我哥他怎么样？因为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倒没什么大碍，就是一些擦伤，但脑部呢，严重受到威胁。CT 显示脑部有积血，而且这积血部位呢比较敏感。需要做手术吗？开颅手术呢，危险性比较大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暂时还没有发现有出血的迹象，但是我们倾向于采用保守治疗，先观察。什么时候能行啊？哎呀，这个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能不能行，这还是个未知数。先观察吧，希望他能挺过来，好吧？醒了，大夫，护士小姐，帮我叫下大夫，我哥醒了。哎呀，你总算醒了，你昏迷了三天三夜，你知道吗？吓死我了。疼？你还知道疼？谁让你喝酒开车的？真是你命大，只是撞了一个脑震荡。傻笑什么？把你撞傻了。想吃什么？帅子去买早饭了，我让他给你带。我哥，我爸呢？哥，你怎么了？我爸呢？哥，你干嘛呀？你别吓我。爸，爸。哥，怎么醒了？大夫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哥不对劲儿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记得清吗？我爸呢？你多大了？爸。你认识他吗？果果。对的。这是几？哥哥，大夫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稍等，我安排一下进一步检查，好吗？哥。哥。医生到底怎么说的？医生说得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才能知道。请让一下。哎，医生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经过检查诊断，怀疑病人脑部受到重创，会出现 ADL 障碍。也就是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障碍。您能说的通俗一点吗？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傻了。啊？脑部这个淤血啊，压迫神经，影响到他这个记忆能力和辨识能力，而且我们进一步检测，他这个味觉也丧失，所以以后呢，你们要注意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，比如说太烫，太辣什么的。他辨识不了，会受伤的。是他这病还能恢复吗？哎呀，这不好说，因为他这个淤血啊，这部位太敏感，我们也不敢贸然手术，我们只能采用这个
物理和中医的针灸推拿疗法，帮助他尽快怀孕。至于他能不能恢复到车祸前的状态，那还是未知数。所以呢，你们家属要做好充分准备，好吧？喂，开心啊！哎，我是郝梅。郝总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我家里有急事儿，我把假条发邮箱里了，先这样吧。哎哎哎，喂，这是什么呀？花花。这是树。树。树。对了，这是什么呀？鱼。这是河。这是河。对。这个呢？这是什么？摸摸看。这是什么？花花。对了，花花。这个呢？树。这是树叶。这是树叶。我呢？我是谁呀？果果，果果，我媳妇儿。我不是你媳妇儿，我是你妹妹，妹妹。对，妹妹。不是妹妹，媳妇儿。果果是媳妇儿，果果是我媳妇儿。媳妇儿，尿尿。哦，那你等会儿，我去找汤帅。尿尿了。都睡着了，手就抽出来了。他现在只认识我是他媳妇儿。这傻的还挺有水平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然一刺激他，他就难受。行，先将就他吧，希望他早点好过来。哎，我替你。人怎么样了？我这得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，你做好思想准备啊！他死了？你想什么呢？他没死。哎呦，你看你那表情，你别吓我。那他到底怎么样了啊？但是严重程度呢，还跟死了差不多。你别卖关子了，你赶快说到底怎么了？他脑子被撞坏了，医生说他只能记起4岁以前的事儿，
现在生活上基本不能自理，刚才上厕所都是我教他的。啊，我想啊，过两天陶然出院，我要把他接到咱们家来住。开玩笑了你，你又跟我开玩笑是不是？这种事儿不能老编排人家。我哪儿编排他了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像开玩笑的样吗？那他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他会傻？你说他是不是装的？人家医生都说了，说是脑子里的淤血把神经给压住了，人医生都那么说了。嗯，那他要住到我们家来，我们家还不乱套啊？那怎么办啊？那他毕竟是开心的哥哥，陶教授现在也不在了，看他那样也挺可怜的。那咱不管他，谁管他呀？醒醒，儿子又尿了。快！哎，尿布！快迷了我。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上班吧，别请假了。你这一天在家比上班还累。儿子醒了，哎，尿布洗了，奶热上啊。嗯。讲学了，哟，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怪可怜的。行了，咱进屋吧。哎，他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往哪儿走啊？这我家。这不是你家，果果不是他家。是弟弟家。弟弟。对啊，他是弟弟呀，他是后妈带来的。那这不是我家，我要回我家。你家我们搬家了啊。他打过我。不是，你怎么不记得好呢？你忘了这天全是我照顾你的啊？我还教你上厕所呢。你那坏人打过我，我不要他在这儿。你走，不是我走，你走，我上哪儿？我要不你走吧。啊？你先出去，一会儿再给你开门。快走走，快去，快走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好吧，我带你去你房间看看。嗯，这个是我和弟弟的房间，这个就是你的房间。看，这是我给你收拾的房间，喜欢吗？我找爸爸。这样。说了，你是他的好弟弟，你要给他洗澡，要不然谁给他洗澡啊？走进去。什么事儿啊？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好好睡觉吧。果果不走。
你是男生，我是女生，不能睡在一起的。不走，这不是我家，我要回家。我要。好，我不走，我等你睡着了我再走，行吗？还没睡啊？能睡得着吗？我哥真的太可怜了，他不希望我跟你走太近，我觉得咱们俩还是保持点距离吧，我怕刺激着他。咱俩保持距离？不是，这人物关系有点不太准确吧？哎呀，帅子啊，我知道委屈你了，可是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呀，你应该理解理解我。哎，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但是我一听他叫你老婆，我还是心里不是特别舒服。嗯，给他一点时间嘛，就花一点时间，兴许很快就好了。那他要永远好不了呢？你别咒他。果果，你在哪儿？啊，我来了，我在厕所呢。哎，这什么日子呀？哦，乖乖乖，不闹啊！我已经请假在家陪你了啊！别给我捣乱，我这要交稿呢。怎么回事啊？那我走了啊！主任，我们不跟开心闹啊！你看来，阿姨给你玩游戏，快来快来快来！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来坐这儿，阿姨教你哈。来，这是切水果，来，吃，吃，哎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动一下，行行，我这回来了，你坚持住啊，妈。没事，跟你说话了啊。来，强，你哥跟我走一下，强。干嘛去啊？来。别扔，小梁，别扔，你别扔，你这干嘛呢？这是。哎呦，帅子，这 game over。干什么呢？这是。结束了。先别玩了，换别人玩啊！那我娘娘还没用完呢。妈，你说你这不是自作自受吗？非得教他什么愤怒小鸟玩什么切水果？你看，你还说我一个人在家带他，一个傻子，我容易吗？谁是傻子？哎，行，好，你这样，你把家收拾收拾吧，我带他出去转转。哎，好，你也清静，走，咱出去玩了啊！对，出去玩。开心，啊，你先坐这儿啊，坐这儿等，开心一会儿就来了啊，来，骗子，开心不在这儿，哎，你坐着，听话，坐着，乖，咋这么不听话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我地盘，我说了算，你要再这样。你开心，你永远见不着了。哎呦，老公，话你怎么？帅弟逗你玩呢，开心些嘛。你怎么欺负人家？你欺负傻子干嘛呀？你才是傻子呢。好，我是傻子。快道歉。我刚才我开玩笑呢。你别这样，乖点行不行？这开心在路上呢，一会儿就过来了啊。一会儿就来了啊。那行，你陪他玩会儿吧。玩这个吧，这个好玩，你看，嗯，好玩吧？咦，玩好啊，玩好，咦，哎，这个不能对人闪，哎，大家，我懂，哎，大家呀，别动。
又给我闪坏了你！回来玩会儿吧。你这哪有这样？别动，给我！我找个东西收拾你。哎，咱们绑起来吧。啊，不是，哎，人家是一残疾人，你有点同情心行不行啊？啊？那打电话叫嫂子回来。不是他回来有什么用啊？啊？你说他？哎，哎，你把那放下。哎，乖啊，别动，把那给我。哎，来来，给我。哎，来。我去！你干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别动！哎呦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别动！把这绑起来！别动！我这红圈头啊，我！别扔了，别闹了！我，哎喂，开心，你赶紧过来吧，这不行了，大闹天宫了。我给你折好一个，可以飞。哥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找你找不着，我怕你不要我了。怎么会不要你呢？那你保证？我保证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分开，啊！哎，郝总，您好，我是李开心。李开心，你去哪儿了？采访去了吗？怎么又没到办公室？对不起啊，郝总，我想跟您说，我能不能再请一天假？又请假？哎，我说开心，这半个月时间以来，你在办公室的时间可以按小时计算了吧？我在媒体行业待了这么久，我还没见过你这么耍大牌的记者。你说你刚被评为首席记者，你就在这儿跟我玩失踪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啊，有点职业道德行不行啊？真的，郝总，真的实在抱歉，我们家出了比较大的事儿。希望您能理解我一下。什么大事这么重要需要你啊？美国总统要选你啊，还是地球毁灭需要你拯救啊？既然您老人家这么日理万机，这样吧，你到报社来交接一下，退位让钱算了。郝总，您别这样，要不您来我们家一趟吧。我去你家干嘛？我又不是总理，到你家访评论股去吗？跟陶然有关。陶然？郝总，情况我都跟他说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也太突然了。陶然，陶然，哥，他是郝梅呀，你的大学同学，你们一起在国外待了好几年呢，你记不记得呀？是啊，陶然。你再想想，大学的时候你住我们楼下，哎，你还跟我们一个室友俄罗斯姑娘谈过恋爱呢，你都忘了？陶然，这眼神怎么全都变了？郝总，你放心吧，医生说我哥是会有希望的，我们也会好好照顾他。太为难你了，开心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提啊，我们一家人可以的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就不能来啊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哥，这是干嘛呀？我不就过来看看嫂子吗？听说嫂子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我就过来看看，
是长得像你呢，还是长得像他？这些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家，麻烦你以后离我们家远点啊。哥，干嘛呢？我又没有干什么。你这不是第一次当爹吗？肯定手忙脚乱的。我是你秘书，当然得给你分担分担呀，你说对不对？有你事儿吗？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这是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这是啊？阿姨，您误会了，我就过来看一下嫂子和孩子。哎，对了，为了工作考虑呢，我现在已经搬到咱们小区来了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一定要做好邻居，是吗？有你事儿？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这是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这是啊？阿姨，您误会了，我就过来看一下嫂子和孩子。哎，对了，为了工作考虑呢，我现在已经搬到咱们小区来了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一定要做好邻居，是吗？那阿姨，有空记得过来看看我。哎，哥，我就住在对面，我在四楼，你要有空记得过来看我啊。拜拜。都睡了，睡了。来，一天了啊，吃一口。我现在哪儿咽得下去？妈，您那儿有后补药吗？您给我来点后补药的，有多少我吃多少，我吃就得了。我的傻根儿。你说我可怎么办？妈可是一点招都没了。我怎么到今天这种地步了？你说人大没图我什么呀？啊，人一城市人，还给我生个大儿子，我怎么就干出这么一件事儿来我？儿子。别哭了啊！哭没用啊！要不，我看这事儿啊，咱就跟大梅说了得了，看大梅怎么处置你。反正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脾气，那性子，又刚生完孩子，这要气出个好歹来，我不是更对不起人家了？可你没听那孩子说呀？兰兰说了，时不时的给你来个突然袭击，那怎么成啊？那怎么受得了啊？妈，您帮儿子一把吧，再最后再帮儿子一把。咱娘俩把这事儿给他瞒过去，真的，能瞒多久咱瞒多久行吗？瞒不住了，这事哪能瞒得住啊？你也别着急，咱再想想法子行不行啊？咱再想想。我明天我就写辞职信，
这班我不上了，咱搬走，越远越好啊！找一个这兰兰找不着咱的地方，咱走吧，咱们。这哪成啊？咱跟大梅怎么交代？怎么说呀？我那么不懂事儿呀，我。小点声。小然啊，嗯，多吃点啊，小然啊，来，阿姨给你加点菜，来啊，来，吃这个辣子鸡，辣的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不是你别给他吃这个，这个太辣了。医生说他没有味觉了，你这辣着他怎么办？没事，吃点青菜啊。嗯，咱们以后对他好一点啊。哥哥，这不是果果，你看啊，这是小兔子，小然呐，兔子的兔这么写。阿姨哪说过这个？不念，纠结哦。嗯，嘿嘿，哎，小然，你还懂股票啊？红。小然，能不能让开心歇一会儿啊？来，你的手抓住妈妈的手，好不好？这，哎，这孩子怎么看他都不傻嘞。你看，看，开心啊！前两天你在做股票，他也凑上来了。他跟我说，阿姨买这股，我说为什么要买这股啊？他说你看那个 K 线多漂亮啊，我就买了。你猜怎么着？三个涨停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后来我就听他的，他说买什么我就买什么，都涨了，赚了好多钱呢。你说你听他的，赔了你找谁说理去啊？哎，我觉得他不傻哎，别老傻傻傻。哎，你们也遛弯呢？嗯，陶总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哎呀，他不记得了。我知道你，我叫段大伟，这是我老婆，我儿子叫坤坤，我们现在呢正在给他找门当户对的媳妇儿，多多帮忙啊。行了，我叫陶冉，李开心，我媳妇儿，老太婆，我妈。得，要不我们再走走。嗯，拜拜。你说陶总以前多精明能干的一个人啊，没想到现在变成一呆子。别胡说，人家不是呆，是痴。痴？那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合起来不就痴呆吗？老婆，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？呆是一窍不通，痴是管你弱水三千，他只取一瓢。所以你们老说人家傻，其实人家心里一片澄明，比那些东想西想的人活得轻松多了。这个陶然挺有意思的。我错了，你说的对，行吗？再跟我回家吧，啊，乖乖。好吧。这么下去我也快神经了。哎，小然。你看，妈妈买这个股怎么样？买，一定好吗？哦，妈妈买哦。要是输了，妈妈不给你做饭哦。哎呀，小然，小然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妈妈跟你开玩笑呢。你看 ，Hello Kitty， 好不好玩啊？哎，乖乖，嗨，阿姨您好，我是妮妮的老公，我叫段大伟。哦，我知道你找我啊。我儿子叫坤坤。我知道。啊，我是来拜访陶然的。请进。果果说有客人，请进。啊，来。你真有礼貌，我儿子坤坤应该向你学习。来，请进。啊，不客气。来，咱们促膝长谈。你能体会到吗？当我看见那些鱼的时候，我一下就悟了。你说
我们看他是鱼，他看我们呢？啊？你？是。人，视力是好，可是看的都是美景吗？耳朵，每天要听多少垃圾的信息啊？还有嘴巴，说的基本上都是废物。为了生存，每天蝇营狗苟多苦啊！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对。所以啊，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呀？作为人类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，其实人类最苦了，每天想的事儿太多了，活得越久越遭罪，还不如鱼呢。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鱼儿离不开开水。陶然，我跟你说，人生在世，难觅知音。嗯，好，这个世界上就你懂我。聊得挺好啊。陶然是我知音呀。我去买个菜，半小时就回来，行吗？你去吧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看着他的，我有经验。我有儿子，我儿子叫坤坤。小然，好不好啊？妈妈去买个菜。鱼。好，来哈，拜拜。别。其实你不用回来。陶然，既然你是我的知音，我要跟你探讨一下更深奥的问题，就是婆媳关系。我就说呀，我不用检查，我就是有点老胃病。妈，坐。哎，你看，害得你连班也上不成，多耽误事儿啊！咱不能讳疾忌医啊，咱该检查就得检查，该治就得治，要不然这小病拖成大病，我们照顾起来更麻烦。你就当帮我们的忙了啊。大伟。喂，大伟，怎么了？老婆，我出来办点事儿，跟你说一声啊。你出去干嘛去啊？爸有没有跟你在一块儿啊？你一个人可别乱跑啊。我不是一个人，我带着陶然呢。谁？陶然？就是开心叫他那个陶然。你说人有点傻那个？你说谁傻？哎，乖，哎，等会儿。快，走了。鱼，哪儿？鱼哪儿？鱼你跟他一块儿干嘛呀？哎，老婆，走了。鱼走。哎，老婆，那他家人跟没跟你在一起啊？没有家里人，就我带他出来的，你放心吧。不是大伟，就你们两个人啊？你大伟干什么呀？没事，妈，我来处理啊。大伟，你听我说啊。陶然他现在脑子不好使，你一个人看不住他。你现在马上带着他回家，要不然开心回来见不到他会着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些人有病啊，老说人家脑子不好使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他就是脑子里有点水，没关系。我们聊的可好了，我们聊人菜菜。我们聊人生菜菜，聊艺术，聊哲学，聊婆媳关系，我们可投缘了，对不对？陶然，来，对，听见了吧？不是大伟，你我就是带他出来散心，然后我们玩，我们就回去了啊。那你要带着他去哪儿啊？你哎呀，你别管了，就这样了啊。大伟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大伟，他上哪儿啊？妈，等一下。喂，开心，你们家怎么没人看着陶然啊？刚大伟跟我说他把陶然带出去了。不会吧，我们家太后看着他呢呀。陶然啊，大伟，
哪儿了他们？这可怎么回事啊？妈，哦，开心啊！他们俩聊得好好的，我就出去买菜，我就去了半小时，回来一看没人了，没人了就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妞妞给我打电话，说大伟把陶然带出去了。是，一个傻子被一个疯子带出去了。哎呀，不是的，大伟其实挺正常的，我看他们俩聊得挺好的，我想还以为他的病都好了呢。什么呀？妞妞说现在大伟好严重的，你说他们俩出去会去哪儿呢？上哪儿找去啊？不是，先别着急，这大伟平时也带过孩子，我觉得也不会做出什么不靠谱的事儿来。这已经是一个不靠谱的事儿了，好吗？一个疯子带着一个傻子，这都能写本《堂吉诃德》了。哟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然我去找。对了，是我的责任，我去找。我挖地三尺，我都把他们找回来。都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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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一想啊，这个。陶然是被大伟带出去的，对吧？那赶紧给妮妮打电话，妮妮问妮妮，大伟平时喜欢去哪儿，说不定就在那儿呢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你这个逃兵！哎，陶然，乖，陶然，乖，哎，别跑！哎，乖，我一会儿给你买糖吃啊！哇！你听我说，男人一定要面对自己惨淡的人生，要战胜内心的恐惧啊，要欣赏自己的勇气。走，我再陪你坐两趟。走，陶然，乖乖乖，别跑别跑别跑，来来来来来，再听话，再走走走，一会儿我跟你买糖。那大伟，哎，大伟，大伟，别走别走，干嘛呢你？我害怕，我不怕。哎，你们都来了，那走走走，一起玩。你是疯了你？玩够了，玩够了，玩够了。没事吧？我跟你们说，陶然特别勇敢，特别聪明，真的，我跟他说的好多道理，他都明白。知道啊，特别勇敢。哎，行，好了。你要辞职？为什么呀？他现在情况不太好，昨天差点跑丢了，我得看着他，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不过李开心，你能为你哥做出这些，我真的挺佩服你的。但是，你真的愿意放弃你苦心经营的事业吗？你要知道，现在竞争这么激烈，你一旦放手，马上有人介入，到时候你可是想回都回不来了。即便是你能回来，你到时候能适应得了吗？这些你有想过吗？我想过，但是我也没办法。我现在是他唯一的亲人，唯一的依靠，我得照顾他。啊，那行吧，这样，你写一份休假申请，我去做做胡总的工作，看他能不能批你一年的假。最好是留着职位，每个月给你发固定的底薪。虽然报社没有这样的先例，但是我想努力一下。如果报社的领导知道你是这个情况的话，我想他们不会不近人情。谢谢，谢谢你，郝总。其实，我希望照顾陶然那个人是我，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。我挺羡慕你的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？我又没做错什么事儿。我不就带他出去玩玩吗？我还给老婆打了电话，又不是没告诉你们。可你是把他接走之后才给我打的电话，对吧？你还不告诉我你们去哪儿了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开心回来看不见唐人，他有多着急，多担心啊？有什么好担心的呀？我一个大男人，他也一个大男人，又不是出远门。就是出远门，我也能照顾好他。我都是当爸的人了。照顾小孩子都没问题，何况他一个大人呢？你以为你现在，大伟，陶然他现在还不如坤坤呢，你知道吗？
陶然他脑子现在是傻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没觉得人家傻呀。坤坤他懂庄子吗？啊，庄周梦蝶，谁梦见了谁，有几个人能明白呀？啊，哎，可是我跟人家陶然一说，他马上就明白了。你为什么老说人家傻呀？谁的问题啊？谁不正常啊？大伟，你觉得你做的那些事儿就正常吗？你脑子一天到晚想的是什么？老婆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跟那个陶然差不多呀？没有，你比他强多了。你就是就是什么？就是你想问题的方式有点与众不同。怪神的不正常。哎呦，大伟，你能不能别想了呀？你只要记着，你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，让我们担心了，行不行啊？让我想想。让我想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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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想想。我觉得自己最近都像是刚睡醒，以前做过的事情就像是在梦里。我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梦里，什么是现实了。我正常吗？儿子，没事没事啊，儿子，你好好睡一觉，睡醒了就好了。有时候我心情特别高兴，可是有时候我又特别沮丧。我是不是不正常？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啊？段大伟，能不能别想了？不是越想越烦吗？我不想想吗？我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是不是病了啊？我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是不是有病啊？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不就是精神病吗？咱们好好治治好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大伟不是检查过了吗？他就是轻度抑郁。不是不是，我就觉得没这么简单。今天在外面的时候，别人看我的眼神就像是看一个疯子一样，都离得我远远的。我不想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想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想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想跟别人不一样。你们带我去治，你们带我去治，你们带我。儿子，儿子，咱们治病，咱们治病。儿子，别这样，咱们治，咱们好好治。咱们好好治啊！带我去治。好。是吗？嗯，这是你最爱吃的单头。嗯，哥，你看，这是哪儿啊？嗯，那
水街。你很喜欢这儿的呀？我们以前吃完饭都会在这遛弯的。水街？嗯。知道吗？想起来了吗？嗯，水街有水，还有桥。这个车站你记得吗？我以前上下学你都在这里等我的。啊，花花，花花有印象吗？别怕啊！你吃饭了吗？难吃。难吃也得吃点儿，一会儿还得去扎针灸呢。我不去，疼。果果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果果生病了。哎呀，怎么搞的？哎呦，开心啊，你脸色不好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就是有点不舒服，想吐。想吐？吐了几次啊？从昨天晚上就有一点，三四次吧。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有了？有什么了？哎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真是的。哎呀，停 ，stop！ 这干什么呢？开心怀孕了。我要有孙子，你们现在什么表情？什么表情啊？你们不怕孙子生下来埋怨你们吗？你要不说孙子怎么知道呢？啊，行了，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胎教，所以呢，你们要重新来一下啊 ，happy， 来。妈，你要当导演啊？你来不来？你不来，来，头人你来。啊，我别啊，那个我来，怎么演？就像电视剧里头一样，你抱上开心哦，转一圈说我要当爸爸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妈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别这样。哎呀，怕什么？我要当爸爸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放下，傻子，放下你。你也真是，你傻不傻？你还笑笑什么笑你？果果，我要当爸爸了是什么意思呀？哎，不是你要当爸爸。哎妈，你发没发现？他这脑袋被车撞过以后，比以前可爱多了。什么呀？啊！好，别闹了哈！现在开始，照顾陶然的工作就由帅子和我两个人负责。啊，开心，你主要是，哎呦，保护我家的小孙子，把他养得好好的，肥肥的，好不好？小孙子不是你的，肥肥的。行，出发，走。小然啊，来乖。来，妈妈陪你睡哦。你不是要抓着妈妈的手吗？来，你看手在这儿。哎，妈，要不然我陪她聊会天吧？哎呀，不行，开心啊，你得好好休息，好好睡觉，你也得让她适应，要不然你生下孩子，她怎么弄啊？啊，那你还不是苦死了？来，把这手放了，少然啊。行了，来，放了啊。哎，妈妈陪你睡觉。好好睡觉。对，乖孩子，来，到这儿，来，哎，我们到这儿，哦，好，来。愁死我了。愁什么呀？我这刚辞职就怀孕了，这以后得多辛苦你啊！有吗？我呀，听说这大自然哺育下一代重任不在雄性身上了。你看我哥现在这样，本来家里人手就不够，等孩子以后生出来，
这哪忙活得过来呀？你哥是，但是怎么办啊？咱也不能把他送走。真是太难为你了。行了，咱俩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，想笑就笑出来。来睡觉，老。干嘛？怎么着？你来干嘛？妈有事跟你说。来来来，不是我这给人拍照去呢。没事儿，不耽误你的事儿。来，大事儿，重要事儿，过来过来。什么大事儿？怎么了又？你轻点儿。我想把陶然送走。不是送哪儿去啊？他又不是小猫小狗，往哪儿送？那是一大活人。你再说了，你要送谁要啊？送疗养院呢，我都打听过了，他们接收有自理能力的人，价格呢还公道，还有专人护理，不会委屈他的。不行啊，你趁早打消这念头吧。怎么不行了？咱们不是把他送走就不管了，咱们是想让开心踏踏实实的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再把他接回来不就成了吗？你这完全就是异想天开。哎，你这事儿你跟开心说，开心能同意吗？那这问题就在这儿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没觉得吗？这他听说开心怀孕了，这整个人他就不对了。不是，他什么时候对过呀？他不天天就那样吗？这傻吧呵呵的。没事儿，妈，他不就是现在认为开心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吗？我没事儿，我还能跟一个脑袋被车撞的人较劲呢？你傻啊你！你干嘛不较劲儿啊？那是你的老婆，你的孩子。儿子，我跟你说，你没发现吗？我觉得他这两天都不让我们俩靠近开心啊。我怕他再这么搅和下去，开心会出事儿。不是妈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思维正常一点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，咱们家能少一个非正常人类吗？啊，有那么一个我就够够的了。妈告诉你，这不是跟你开玩笑，说正经事儿呢。你别看他成天疯疯癫癫的说那些事儿啊，他心里头惦记着谁呀？他惦记着开心呢。你今天早上没看见开心吐的时候，你看他那痛苦的表情啊，就好像哎，开心受了什么大罪似的。我是怕万一他觉得孩子的到来让开心受苦，你说他会不会做什么傻事儿啊？他现在是吧，生活能自理，然后还认识我们是谁，也挺听话的，我就谢天谢地了啊。你说你真要是把他送走了，他一受刺激啊，那以前的健康的恢复训练不都白做了吗？这都不说，那开心第一个就跟你急，真的，到时候你伤害开心和孩子就不是他，是你了。哎呀，你这么想。行了妈，那个我干活去了，这去晚了也不好啊。行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啊。不行，我还得折腾。帅子，帅子，妈，怎么了？我肚子不舒服。哎呀，还愣着干嘛？赶快去医院呢！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说黄体酮有点低，最近一段时间得一直卧床。看，你本来身体就很虚弱，最近又那么疲劳，那么劳累，你看，还要管这个人，身体能不虚？我没关系的，我休息几天就好了。是。宝宝不好，有宝宝，果果生病。瞎说什么宝宝不好，真是。行了妈，你带他回去吧，我在这儿留下来陪开心。我不回去，我要留下来陪媳妇儿。哥，回去吧，累一天了，回去睡觉觉好不好呀？
啊，对了对了，妈妈跟你玩 Hello Kitty 好不好？弟弟为什么不回去？我这马上就回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我们回家玩 Hello Kitty。来来来来，走哦，乖孩子。哎呦 ，Hello Kitty 在等我们。那我拿 Hello Kitty 给你。好好好，哎呦，乖孩子，乖孩子。掉个头，我们到青山疗养院去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哦，杵这干嘛呢？赶紧做饭去吧，你这大孙子他妈都饿坏了。哥。干嘛呢？赶紧的！妈，我哥呢？我把他送走了。你说什么？送哪儿去了？我把他送到疗养院去了。开心啊，你现在最主要的是保胎，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最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让那个疯疯癫癫的人在这儿搅和。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觉得我像开玩笑吗？你知不知道会中里32号在哪？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不能出去啊！我要找爸爸和果。该开紧点，哎。哦，你爸过两天就来看你了啊！听话。那你知不知道会？中里32号怎么走？知道，我知道。走，我带你去啊！听话，走啊！走，回屋啊！我在屋里玩，找爸爸。过两天你爸就来看你了啊！听话啊，乖。爸，爸爸。会中里32号。会中里32。32号，回中里32号。那个，你们要带走陶然可以，
但是他已经交了一个月的钱，按照规定这钱我们退不了。啊，不退就不退了，但人我们肯定得接回去。啊，行，就这间。陶然，陶然，人呢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吧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小心，小心！哎，哎，慢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行了，这人都找回来了，别绑着脸不说话。